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？听到吗？听到了。下来一次。好的。好。等你。哎，刚才是小春哥在叫吗？应该是，因为我离他家最近呢。要你帮忙提个字。好，来了。哈哈哈哈，你提那个东冲一号。我们这是东村河村是吧？好的，对对对对。我现在感觉做了一个好像太空舱一样。哦，这个就是太空舱了。太空舱，也可以说是蒙古包。然后就，你好棒。你能做成这样已经很棒了。得了，这真得练，从来没用奶油写过字。这个东 OK 的啊。OK， 帅。你真的好像叫写毛笔字一样。特别像写毛笔字。OK， 得了，东冲一号。